来喽。几啊？多少？多到多少？到多少？现在是几？哎，叫出来比较不痛。多少？多少？啊啊！你认真吗？是几啊？到几了？到几了？五十。五十。不要吓我啦！好可怕！我刚刚要去见上帝了。有这么严重？算有默契的吗？我们算是非常没默契，没默契，哇，超没有。你们是属于互补型的吗？我刚这样讲，我们就真的很互补，就是喜欢的东西或是爱做的事情完全都不一样。哦，对对对，例如说我喜欢日本的艺人啊，音乐，他看日剧啊什么的，我都是喜欢韩国的，看韩剧，韩风，对，不一样不见得不好。我就有一对这个。他们情侣的好朋友吃茶叶蛋，一个是喜欢吃蛋黄，一个喜欢吃蛋白，那刚好，对呀，就刚刚好。好了，这怎么？结果呢？有一次吃水饺，怎么这个女生真糟糕，她把那个皮剥下来只吃里面的，对，这样。她男朋友只吃皮，怎么可能？那你就吃面吃他就好了，真的吗？对，就有这么刚好的事情，怪的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互相看互补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有突出的地方，是刚好放进他有凹陷的地方。听讲怎么怪怪的？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分别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有道理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第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，两个人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登记结婚是哪一天？哦，哇，这个送分题的，没有啦，这个应该一定记得吧？一旦记错就翻脸了，1、2、3，6月9号，这日期蛮好，六九那一天也要6月9号，你们喜欢好记吗？这个不是，为什么好记？纯粹好记，抓那个时间是我们都有空，有空的时间，然后刚好这天。的确是这个日期真的比较好记了。然后几个朋友要约，就也约在一起，正碰到这一天了。对对对，所以6月9号刚刚，厉害，对，好了，漂亮漂亮。黑色休旅车没有作用，没有第一题送分题了，黑批了，黑批了，黑批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出来，我看一下。好 ，Yumi 买饮料都点什么？甜度跟冰块都要写出来。来，黄牛的，1、2、3。哦，微微哦，微微微糖微冰。来，1、2、3。微糖少冰。啊，那个吴院长。对。来，机会来喽！1、2、3。来喽。几啊？多少？多到多少？到多少？现在是几？叫出来比较不痛。多少？多少？啊啊！你认真吗？是几啊？到几了？到几了？五十。五十。不要吓我啦！我刚刚要去见上帝了，有这么严重？五十啊！哎，他很哎，吃辣他是冠军，他很能忍的。跟那一天差那么多，判若两人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哎呀，你好夸张！像Yumi在生小孩的时候，他大概指数到多少？如果生小孩自然产，那个会到快到90、100。哇，天哪，老公好辛苦！所以是刚刚少主的两倍，对，自然产的话，天你刚女人真的很伟大，妈妈开三指，妈妈刚刚已经要命了，所以叫成要差。你看啊，刚刚已经叫成这样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他在分娩的时候是有打无痛的，我可以打一下无痛。我可以打。所长可以吗？可是他在开指的时候还没有打。对啊，有打没有？有开三指，要开到3指4指才可以打无痛。对啊，一开始不能。那都要忍受，难怪会叫成那样。加油，忍耐一下。Timmy，恐怖，决定不生了吧？零的，我们可以改瘙痒。我们改零的。对。好，来，黄牛哥的私房钱藏在哪里？那这样还叫私房钱吗？对呀，要换地方，今天以后要换位置，今天以后换位置，对啊，你要自己招了。塞枪啊 ，Yumi， 1、2、3，吉他袋，为什么你觉得会在那里？因为我从来不会去翻他那些东西，所以你现在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，我还想说，我从来不去碰他的哪些东西，吉他袋，因为他都会背出去啊，有可能，对，所以有可能是放在那个地方哦。被我猜中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黄牛的答案是吉他。真的哦，音箱里吉他的不是有个音孔？哇，塞里面啊！那真的是被猜中了，这算对，这算对，这算对。我救了你一命哎！不，重点不是这个，而是你真的有，你还真的有私房钱。没有啦，一点点啦，没有很多，几千块钱啦。因为有的时候难免可能，比如说有出一些游戏自己想买，
哦，那可能他就会觉得说，你怎么到一天到晚你也买吉他？老婆管钱还是你管钱？老婆管钱，这很好，对对对，所以你才会有私房钱，偷藏的，偷藏偷藏，大家讲讲，恭喜答对，下面一道题目来，谢谢。有你最希望少谷改掉什么坏习惯？哎呦，那会不会刚刚那这个答案？对，私房钱。对对，都不是不是，每天在讲的就是啊。对对，就每天都会加减念一下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袜子乱丢啊，很常或者是什么？这个应该蛮简单，不刷。这个蛮难断的，因为我坏习惯很多。好，先看你的。一二三，挖鼻孔。不是挖鼻孔，我还以为是打电动呢。挖鼻孔。打电动还好，因为他挖鼻孔，你知道他挖鼻孔会乱丢，就是乱摸。你知道我是一天到晚在我们床上，就可能我就是躺那边，奇怪了，哎，有硬硬的，想说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什么？他的鼻屎！我一天到晚在床上沙发上捡到他的鼻屎。你为什么那么多鼻屎？他超多鼻屎都会。我觉得这样不好，你要吃掉。没有啦，他是很务实的人哦。你看 Uber， 他去开台湾大车队，真的哦，什么也工作干嘛这些，开车男生就是要这样，未来他有机会，他这个叫挖粪图强，把床当墙，是吧？挖鼻孔啊，看你的，一二三，喝酒，喝酒，酒品好吗？我酒品。如果喝很嗨，其实不是太好的。我好不容易哄儿子睡着了，他喝醉的时候，他又很爱来黏我们，然后他每次都来这边，就是鲁小小，就是然后把儿子都弄醒了之后，他又再继续出去喝，然后就是我要来上后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你喝醉酒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进房间？接受惩罚，不要来来哎，好好就这里，男子汉男子气概拿出来，怎么掉了？掉了，严格执行，严格他太紧张了。哎呦，这个画面很诡异哦。怪的啦，这画面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请处理。加油，忍，不要忍，叫出来比较不痛。对啊，对啊，哇塞，好，现在是多少？好了，真的很痛，他那个是一阵一阵的，一阵的。刚刚是多少啊？52就已经这样了。你刚刚55是？那阵痛以后会不会记忆会退散？会痛到忘记，会痛到忘记啊！车牌是几号？不知他车牌啊？您的车牌几号？8988。不是，错，白色那一台。我没有白色了。他没有，还没有被电。真的没有宾利。有。他也不会说谎，他是不会说谎，他不会说谎，他不会说谎，说谎他不会说。好，下面一题，出题来。好，我问一下，会让少谷瞬间爆炸的地雷是什么？看一下 Yumi 的答案，一二三，取哦。但是其实也不是真的取笑，我觉得有一次真的超扯的，就是我们在他开车，然后在路上，那时候刚好就是圣诞节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唱 Jingle Bell Jingle Bell， 但是因为他英文真的很烂，他英文真的超烂，就是唱得非常不标准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就笑他说你英文真的超烂，翻脸，他突然。亮起来哎！我真的吓到，因为我真是觉得很好，我还觉得很好玩。我那天心情还蛮好的。他突然亮起来，他说：“怎样？你是瞧不起我是不是？”他用喉音哦，你瞧不起我，真的。然后我在旁边傻眼，我想说我没有瞧不起你，我真的。我这就真的只是觉得很好玩啊，这要抱歉呐，要道歉呐。从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哇，不能取笑他哎。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相信乐，就是我们在上海有一个演唱会，那是有关于圣诞节的主题。那公司希望我能够唱圣诞歌，而且是英文版的。我英文非常烂哦，我真的。不会英文，我也不会讲。工作压力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练习了大概一个月多月，我都是用注音去标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里面是不是。我会上中文。你是标起来是标金狗标金狗。对，金狗 all the way， 金狗 all the way。Owen Fang listen man and looking for the way， 这个我都是就是用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压，在唱这首歌有一种压力，就是压力很大。我已经学不起来。然后他那一天在取。I don't know。
取笑不是取笑，他就是在觉得我这件事情可爱的时候，我突然回忆起那时候我面对的压力。哦，我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观众，甚至于说我在网络上其实做一些事情，很多酸民会在那边笑。哦，他凭什么上这舞台？想那么远什么的啊？对，那我是不是很无辜 ？PTSD 耶。取笑这个，如果说假设啦，比如说啊，安东跟那个管庆有没有？有。如果说你正在顶他的时候，然后他取笑。这个时候不能笑，这个大忌。好，你的雷一二三，来要看一下哦。家人怎么啦？这个题目突然错，我也愿意啊，因为我的家人，不管是 Yumi 的家人还是我的家人，哥哥姐姐，他们都很疼我。我是我们家最小的啊，老幺。对，我觉得家人在我人生当中是最重要的。OK， 就是怎么样都不要欺负我的家人，或者是取笑，或者是任何底线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的底线。那欺负你可以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好啦，真的啦，又来了，就是要欺负你嘞吗？来人啊，处理！黑皮来喽！加油！加油！叫出来！啊！超痛的，那评委已经不在了。哎 ，OK OK， 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，感觉这里是三立。哦，对，还记得。